上加一加排球，没进。现在两支球队218对204。由204大头控球。
李永生上篮犯规，罚球两颗。一球投出，李永生没进。还是没进。大头一球切入，上次跟我们换我们班那个都没有，都没有吹啊。6-6，距离球赛结束还有5分钟。吴正勋，火锅一颗，真球。投不出去，犯规，204发两球，一球投进，目前比数7-6，204领先一分。第二球没进，林德恩抢到篮板球，又被抄走了。大头被李永生抄到。可是没有超成功，204再投进两分，目前比数9-6。永山三分线。林德恩抢到篮板球，只剩3分钟，目前比数9-6，林德恩被人家推倒在地，眼镜也掉了。林德恩向裁判示意 ，I'm OK。吴正勋三分线投出没进，再抢回来，再投出2分球进了，目前比数9-8，218落后一分。大头小动作，犯规，有204加罚两球。时间距离中场结束所剩不多，204投出进了，10-8领先2分。罚球投出再进，
11-8，目前204领先三分，看来218要想办法追回来。李永生投三分线，投出面包一颗，没进。比赛即将结束，大头持球跳投，没进。右边204抓到篮板球，没进。李永生最后一波攻击了，交给林德恩，交给吴振勋。交给李永山，三分线投出，没有，吴振勋没有，李永山还有机会投出三分线，没有，218的球由204脚碰出界，李永山加油，投了，投了。两分球没进，大头持球投篮没进，李永生还有机会出手，两分球，大头三分线没进，犯规。李永山再度跌倒，犯规，罚三球。没有罚球，这球没有罚球，投了，面包。中场比数11-8，204以三分小胜218。